平价 iPhone 底壳曝光，苹果 iWatch 注册，就系佢啦。有三隻色拣，机身细咗，镜头位去左上角，隔篱系 LED 灯位。呢一款塑胶感十足，疑似苹果平价 iPhone 嘅底壳相。据讲系由制造商富士康嘅员工外泄，而部机就大概会卖2340港币。苹果呢一款讲咗好耐嘅产品 iWatch， 亦都有望好快出世啦。有消息就话，美国苹果已经喺上个月向四个国家申请，将 iWatch 商标注册。有日本专利注册官员都指出，苹果喺上个月3号交咗申请，最快4至5个月就可以批到啦。果咪又系时候储定钱啦。